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韩国留学通网。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讲这个小故事韩语阅读训练的第十六节课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怀孕的男人啊，这个男人怎么能够怀孕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啊。那么我们说怀孕怎么说呢？임신啊，임신呢是一个汉字词，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妊娠的意思啊，妊娠啊，妊娠纹的这个妊娠叫什么呢？임신，임신。那么这个임신하다要修饰这个男人的时候呢，要在这个하다后面加这个니은，表示一个修饰的惯性词啊。那么怎么读呢？임신한남자。那么这个男人呢，为什么会怀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啊。어떤남자가啊，有一个男人怎么样了？몸이안좋아서，몸이안좋아서。那么这个아서呢，表示原因的意思啊。那么这个몸呢，表示身体。那么身体不好呢，병원에갔다，병원呢是医院，那么他就去了医院。那么의사선생님이，의사선생님是指这个医生的意思啊。의사是医生，后面加这个선생님表示呢对医生的尊重啊。那么검사용소병을받아오라고하면서，那么这个검사，검사呢是一个动词，검사하다表示检查的，那么后面加这个용是一个接词啊，是个用，那么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呢为了检查用的意思啊。검사용소병，소병呢是小便的意思啊，小便。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化验的时候呢，要啊化验这个小便什么的啊。那么爬다오라고하면서，爬다오다，爬다，爬다什么意思啊？是接啊，接这个小便呢，然后来爬다오다。那么라고하면서，라고하다，我们解学过什么呢？这个命令文啊，命令文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引用文的形式，比如说받아오세요啊，받아오라고하세요啊，받아오라고했어요。那么这个면서表示呢什么呢？同时进行的。那么결과는，结果是什么呢？다음날나온다고하셨다啊。결과는下一个天，다음날什么呢？第二天呢나온다고하셨다。那么这个다고하다表示呢对于这个陈述文的引用啊。那么这个라고하다、塔古哈达和雅古哈达三个呢，分别表示我们引用的三个形式，一个呢是什么呢？命令文的形式啊，一个呢是这个陈述文的形式，还有一个呢，那个雅古哈达呢是什么呢？啊，雅古哈达呢是什么呢？是这个疑问文的形式啊。所以呢，我们说引用文的形式呢非常多，还有个什么呢？查古哈达啊。那么之前呢，我们都已经学过了。一一的学过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话呢，可以参考我们的韩国留学通网上的这个语法知识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남자的这个男人怎么样呢？화장실에가서，화장실에가서去了这个厕所啊，然后소병을받아받아다가주었다，那么就是什么呢？把这个小便呢接到了，然后给了那个医生啊。那么남자가병원을나온사이에，那么남자가병원에나오다，那么他呢出了这个医院。那么这个사이啊，在什么什么的时候呢？사이是在什么什么区间啊？怎么样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是什么意思呢？滴滴答答是我在我们口语当中呢使用的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啊，没有头脑的，比较笨的啊，比较笨的，比较愚蠢的一个什么呢？간호사가잘못하여，잘못하다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做错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滴滴答啊，非常的比如说这个脑子不清楚的，非常愚蠢的这个卡诺萨呢，他做错了怎么样呢？이남자의소변을엎지르고말았다啊。那么这个엎지르다，엎지르다表示什么呢？打翻的意思啊，把这个男的小便打翻了。엎지르다，这个고말다表示结果，这个고말다呢，我们在这个动词后面使用呢，表示什么呢？最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上几节课我们讲过关于它的一个语法啊，它是指呢。本来我不想让它发生的事情呢，最终发生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我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想它发生的，结果它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语法啊。那么난감한간호사는，那么这个非常啊难堪的啊难堪的这个护士怎么样呢？잠시망설리다가，망설리다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单词，表示什么呢？犹豫了一下，망설리다，망설리다가，다가表示一个联动啊，它。犹豫了一下，怎么呢？옆에있는다른검사용소병에반을나누어남자의소병검사통에담았다啊。那么他想了一个什么馊主意啊？他把这个旁边的옆에있는
다른검사용소변啊，旁边的另外的一个检查用的这个小便呢，반을나누다，나누다是什么呢？是指分的意思啊。那么반을나누다是什么呢？分开的意思。分开之后呢，남자의소변을검사통에담았다。那么담다是什么呢？表示装的意思啊。那么他呢就把这个男人的小便呢，把这个一半分成一半呢，装到这个男人的小便这个검사통里面去了啊，这个检查用的桶里面去了。嗯，然后怎么样呢？啊，이틀날啊，이틀날이틀是什么意思啊？第二天，第二天呢，남자가검사결과를확인하러병원에갔다。那么这个男人呢，怎么样呢？为了干什么呢？为了확인하다，확인하다是确认的意思啊。那么后面加这个러갔다，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表示呢，为了做什么，为了去做什么而啊，为了做什么而去的意思。那么我们说动词的后面呢，加这个러，后面加这个卡达오다，或者是돌아가다돌아오다等等呢，表示行动、行为、行动的一些动词呢，表示呢为了做某件事情而去的意思啊。那么呢，他为了啊看这个确定这个检查结果呢，就去了医院。의사가검사결과와남자를번갈라쳐다봤다。번갈라，번갈라是什么呢？这样子反复的啊，看看这个结果啊，看什么呢？看这个검사결과和看这个男人啊，看검사결과，看男人，看검사결과，看男人，这样번갈라，这样连番不断的意思啊，反复的意思。那么呢，쳐다보다表示呢看的意思啊，这个不停的看，嗯。那么他发现了什么情况呢？평차나셔서，老师生病了，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今天的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啦。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